syndrome. Our goal is to change the medical profession's perception of prune belly as a hopeless condition and to educate and promote an interest among doctors and the medical community in doing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causes of the syndrome and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s. You can visit www.prunebelly.org for information on how you can help. FM， 欢迎大家在星期天的晚上收听我们 China Blue 的 Radio Show。 大家好，我是张弛。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是小红。我们今天只有三位女生，因为我们的 Daniel 有一点生病，所以就没法来做 DJ， 不过希望他身体有所好转，下个星期还有一个礼拜我们就要过感恩节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围绕着感恩节来讲的。然后我知道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讲一些感恩节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年不会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感恩节的由来啊，就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一直收听我们 China Blue 的 Radio Show 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就是
就是已经了解差不多了，而且就是你在这块有待够久，也知道感恩节应该怎么过。所以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就是怎么说，一些 information 吧，就是关于感恩节的，就是一些活动啊，一些就是如果很多人都会去 shopping， 所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所以小鱼有什么要讲？小红，不好意思，小红。我去年去的时候呢，我就是去了 Forever 21排队，但是发现呢，当我进去之后呢，他们是没有折扣的，所以提醒大家今年绝对不要去那边。你去的是哪一家？是 SOHO 那家吗？没有，在34街那家。在34街，其实 Forever 21这个牌子很多女生都会去买啊，而且就是这个牌子就其实本身就已经很便宜了，所以不会说就是太多折的折。 对，没错。 Lily， 我上一年呢是跟小鱼还有我的表姐，我们三个一起去，然后就是我们三个女生也不是，你们去哪里？我们去的是那个在 Union Square， 就是对十四街。对，因为我表姐说那边就是比较年轻人常逛的地方，所以就是这就是很多店就是那边都会比较集中一点。然后我们是去，就是我们也是不是不用太早吧，大概就早上9点多钟我们到那边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是去逛了 H&M， 就是因为我表姐她比较喜欢那个，然后就是也不是很多人在那个时候，然后就我们进去就是对啊，衣服也蛮便宜，就是很多那些什么毛衣啊，还有外套也是就是10几块到20块一件不等，那然后我们就大家都买了很多那个冬天的衣物，所以就是也还蛮满意的。因为我知道就有些朋友就会就是半夜就会出动，然后去 Uber， 就是离纽约很近的一家很大的一家，就是一些叫场店，去半夜就去 shopping， 而且 Thanksgiving 的时候他会怎么说整宿的开店，所以就是大家都会去买东西。如果你不想就是半夜出门去就是很累，就是要 shopping 一整晚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小红和 Lily 的就是建议还不错，就是说你可以在 city 这边，然后就是你不需要买，如果你不想买一些很贵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就是在 Woodbury 那边有很多就是一些名牌店，他们从大陆过来的管叫名牌城，因为里头的店都是就是很多名牌，然后打折打的还是蛮厉害的，所以给大家一点小小建议，就是说其实你不用跑很远，在 City 也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东西。而且如果你要希望去 Uber 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早一点去，就是不早一点去就早一点在网上做好准备，因为网上如果你参加他那个 VIP Club， 你可以打出他的那个 coupon， 然后所以就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去在去 Uber 之前就是这样，而且最好当天就是24号的晚上，最好就是睡一天，然后25号准备去。对，然后其实除了 shopping 之外，我们就是很多人也会去看一些就是Thanksgiving parade， 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Macy 今年的感恩节的这个游行活动。其实今年是第84届的 Macy 感恩节的这个游行，然后它的起点是在77街 Central Park West， 然后终点是在第7大道34街，就是在 Macy 的门口。然后如果因为有不知道今年的天气会怎么样，我记得有一年很冷，就非常非常的冷，很多人都还是站在外面，所以就非常的就冻着非常跑。如果你要今年很冷的话，大家一定要做好就是保暖的准备，就是穿着厚厚的衣服，然后戴上帽子，戴上手套，然后就是去看好了。然后如果你要不想去的话，就是你可以在家，然后 NBC 电视上也会有 NBC 从早上9点到中午也是会就是实况转播的。其实我讲那么多，我想问一下你们各位，就是一般感恩节你们除了这些 shopping 啊，就是去看游行，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特殊的一些活动吗？以前呢，我们在那个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传统，就是他每一年的感恩节呢都会请一些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啊、在数学课的时候我们是重点班，就是所谓的 honor class， 然后他就会让我们这些人要去帮别人去补习、所以呢每逢感恩节的时候呢，学校都会买火鸡啊，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过来，然后请我们这些就是有去帮人家补习的人来吃一顿大餐，然后呢那时候就会有火鸡，还有 很多那些比如说pasta 啊或什么之类那些感恩节的应节食物，然后我们就 一群人那样子聚在那个饭堂那边，然后就吃得很开心。哦，听起来感觉很好的样子，我也很想吃火鸡。嗯嗯，对，然后我的话对也是就是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 pray， 其实我也有，就是我是08年去的，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还是跟我的房东一起去的，然后就是他们是每年都去的，然后就是他们很喜欢这个游行，然后我记得08年那年是也是从他是从武大到他每年的那个街不同的，他都有变的，对，上那年我去的好像是从60几街一直就是他是往下走，走到30几街吧，好像是，对对。然后就是啊，那些人就打扮的就是奇装异服啊，什么就是很冷的冬天，他们也是穿的，就是对啊，就是打扮的五颜六色那样。然后就然后整条街都是挤满了人，就是、对对对，就是几乎都你都只能停在那里，不能说走动去看啊什么的。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莉莉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只能就等在那里，而且因为是很多那个 police 都来维持秩序，那个街道你不能就是你不能 go across the road， 你只能是站在例如马路这一边，然后对啊就是不能过到另一边，因为队伍那些游行的队伍是在中间这样走，然后对啊就非常热闹，然后对、因为我也有经历过这样子，因为我也是就是02年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去看，然后人也特别多，而且天气也非常的冷，所以后面几年我都没有去看，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一些就是啦啦队，就是啦就学校有来的那些那个乐队、然后啦啦队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大的充气球，还有那些花车之类的，花车比较多，就一团队一团队的那种，然后 对啊就是什么都有吧，就是不同的主题那样子，还有一些是就是 Macy 他自己也有出一个就是做广告那样子。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感恩节这些其实 shopping 啊，然后就是看 pray，这些都不是非常非常主要，其实我觉得感恩节的意思还是要和家里的人一起过，一起分享，然后因为是过节嘛，然后如果没有家人，其实可以跟朋友一起过也不错，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去曼哈顿回 City 看一下，然后因为到感恩节就开始每年的就是 holiday season 就开始了，然后其实曼哈顿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到过节的时候，然后感恩节的时候那个圣诞树就会很多地方就有圣诞树啊，然后过节的气氛就非常的浓，然后其实可以去跟朋友一起去一下看一下，就是怎么说就去玩一下，然后吃一点东西，其实就在大家朋友在网上搜索一下也会发现很多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去。对，是是，因为对啊，就是感恩节发展到今天，就是已经是一个，就是不是它原先的历史，就是感谢，那个印第安人，但是发展到今天，就是已经是大家一个，就是像我们中国的春节一样，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的节日。对，对对，其实有朋友的同学，就是有家人在这边的朋友可以回家，如果家人没有在这边也没有关系，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对，那你就是平时的话有回去吗？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一般就是以前就会经常回家，然后就是和父母一起，然后和家就是父母的朋友一起庆祝，然后大家会去吃火鸡，其实我觉得感恩节吃火鸡就是我觉得好大一只火鸡，就要非常很多的人一起吃才要吃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吃火鸡的话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样子，然后那种感觉也不错。如果你在家里，其实很多现在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就过感恩节，因为很多华人都也在这边，所以他们感恩节就不吃火鸡，他们直接家里就买一只那种就不是买或者自己做一只打烤自己烤的一只就
就是一只鸡，就是不是火鸡，对对，这样子也可以吃完，然后自己家里烤的，反正都是鸡嘛。